早啊！今天难得起好早哦，难得哦，真的啊！你真的是这个除了出去玩以外，有史以来起最早的。没有，因为我觉得开店就是会有一点紧张，尤其今天是开幕。然后，因为我觉得，其实我觉得开幕就是跟我们在三明治店那种感觉就完全不一样，因为时间不一样啊。然后还有就是准备的东西也要好多。对。对。反正就是蛮紧张的，然后根本就是一个搞死自己的行程，每次做三天买一送一，因为我们前一天晚上狂备料，你就知我告诉你，你这样子你就知道，如果你连做三天的话，你就知道会有多硬。老板大方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老板娘根本就是没有赚钱，所以老板娘要辛苦了。宣传完全没有赚。在赚钱，对，反而还是可以的。那个就是做宣传，对啊，希望大家可以就是传到我们的东西，嗯，有点算是传出去这样子，嗯，对。然后还好，今天就是天气好又凉，而且我们还请了好多就是朋友来现场帮忙这样子，需要都不算工钱，对，凹他，凹他，凹断他，请他吃一个火锅。没错，就还就是希望今天很顺顺利利，然后排队排起来，真的是希望可以排队排起来。会不会我们雷声大雨点小，就是大家都觉得哎排到巷尾，对，排到乐华夜市，排进乐华夜市也是很厉害的。这你要怎么排呀？是不是？就让那个人潮放在奇鱼串门口就可以了。哦，从奇鱼串开始排。然后因为就是一早啊，因为还要拜拜，对，而且我还就是不知道怎么开幕要怎么拜还是什么的，然后就是还要买一些水果啊，然后一些糖果，大家要去买一些糖果。拜完之后呢，就可以请客人吃这样。哦。嗯，我刚才去步骤很多哦。对啊，我刚才去选 Seven， 我觉得没有什么。我昨天忘了去金星吧买那种大包的。了解。这个是今天礼拜天，你再看现在，大家都还在睡觉。没有，我们要还是要继续备料，要备好，继续准备。希望就是今天来排队的客人都可以。就是买得到，然后开心的回家，因为可能今天可能大家会比较有空一点，因为今天是星期天。哦，对，那，啊，可能会比较晚一点，因为大家可能还要就是睡起床，可能下午吧。对啊，那还好今天，今天天气非常的好，因为我等一下换制服，我还很担心我会很冷，然后就还好啊，还好，对，有太阳。吃完一点可以变很冷很冷，这样子我们的火锅就很多人吃。然后快走到了，我们等下去那个全家选一下可以。好，那先过。啊，今天这个 Luna 还在睡觉。这个时间他在睡，他昨天两点多还没给我翻来翻去。他就睡不着嘛，没有习惯这么早睡。我想说啊，我有先去放东西，先去放东西吧。哦，你妈说她五点多，才睡，才有睡午觉。哦，但是五点睡到几点是个关键啊？五点睡到睡两个小时，跟睡十个小时，对，开车。对啊，他准备了。好。好，现在已经开始在准备了。你好。开始在布置。
准备。加油啊！谢谢。好，那边买全家。先要去买东西，抱一抱，先买糖果。啊，我们旁边就有一个全家，蛮方便。那大家排队排渴的话，还可以来这里买。对。包一包的比较适合。加蒜软糖。不行啊，因为没有包装的呀。哦。所以要客人这样子零散啊。不是很好挑哎、欸，现在都是巧克力。应该晚上的时候在夜市那边不是有那种一堆糖果那种状态。我觉得你找不到糖果了。好，你先找，我先回去准备。啊，没有啊。有。是啊，我记得。我先找回去了。啊？我先回去了。对啊，那我就买这个水果软糖。好啊，它确定是包装的。嗯，阿姨挺好吃。会不会太小包？没有办法，没有啊，没有的啊。好，好啊。这些都不行。对啊。好啦，那就这样吧。嗯。这两天大家赶快来哦。哎。那是棒棒糖啊。棒棒糖也是糖啊。对不对？你觉得呢？棒棒啊！棒棒，好，好棒棒。两包棒，刚好剩两包。两包棒棒。对。OK。好，好了，交给你了。交给我，结账。好，你有钱了、哦。你没有，我也没办法，我也没有。是你没钱。哦，回去准备，准备准备。就要准备打仗了，天气要好，天哪，我穿这样超热，回去换个制服，换个短袖，比较方便。